我是孙悟空，一直来到天庭集团实习的猴子。就在我以为可以大展身手，打拼出一番天地的时候，哟，大圣，你就是今天新来的实习生了。来来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里是天启部，主要就是掌管凡间的天气，还有审批来自凡间的求风求雨愿望，也是你工作的地方。这部门一看就高端大气上档次啊。那我的工作内容是扫厕所、拿外卖、搬东西，顺便把满分也清理一下。那你这不还是兵马文吗？玉帝，还要派我干这种杂活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不长记性，还想让我炸一次天庭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事我真不知道啊。我这就严查，明天你再过来，保证让你满意。你最好说话算话。孙悟空啊，从今天起你就不用再打杂了哈，分你块地方，你来管理当地的天气，还有处理求风求雨的请求许可。哦，这么快？不是还要打杂3个月吗？早知道你在核弹上班，我哪敢让你受这委屈啊！快去干活吧。嘿嘿，终于开始快乐的打工生活了，我有点迫不及待啦。哇、哦，这什么地方？这么严了，人类真的能在这里生存吗？我都快自燃了！不行不行，得先回公司做点准备，不然活没干，先把自己饿死了。大圣，这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您？你们平时都是怎么降温的？靠这个，这个还要手动，风力还小，有没有更厉害的？有，竹蜻蜓，风大还不用手动。哎呀，风都是热的，怎么吹都是热。看来得拿出我的绝招了，太极藿香正气液，一瓶下去，神清气爽。这个厉害啊，不会是太上老君炼制的吧？不，楼下药店买的。那我多带几瓶。不错，这样好多了。让我来看看这里的愿望吧。申请人，双人部落百姓。申请天气，下暴雨。申请理由，没有暴雨降温，将有无数人饿死。双人族生活在这种地方，赶紧避了。像我这样善良的猴不多了，给他们下一个星期的超大暴雨吧，这样温度肯定能降下来。申请人诸葛亮，申请天气3日3夜东南风，申请理由助周瑜火攻曹操大军。这人间打仗，神仙怎么能拉偏架？不能拼，不能拼，一道风都别想刮。申请人赫拉克勒斯，申请天气求雷劈自己，申请理由求爱。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我会一辈子爱你的，若有背叛，天打五雷轰。你小子就这么不想娶？那成全你吧。渣男，滚！一天的工作结束了，下班下班。等等，干什么？我可是有编制的正经猴，拦我干什么？我们收到举报，说你以权谋私，擅自干扰人间运作，恶意引雷劈外界神族，引发外交事件，还恶意引发洪水，百姓遭殃。哈，我干的都是好事，怎么就变成坏事了？我来解释一下吧。你恶意阻止诸葛亮借东风，导致曹操大军胜利，所以是私自干扰反间发展。因为就算你什么都不做，按照自然规律也会起东风啊，这还能不理会吗？另外，人家宙斯的儿子随便发个誓，你就把人家给劈了，你肯定是故意的，挑拨神界外交关系，罪加一等。最后，双人族之所以叫双人族，就是因为他们天生扛乐，乃是自然界中孕育出来的平衡。你一个大暴雨，差点把人家灭族，你如何解释？这是什么奇葩任务？我干了几千年都没遇到一个。闭嘴，小心我辞退你。啊，我算是明白了。托塔，你这是挖好了坑，等着我跳水。是又怎么样？你又能干嘛？走吧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有什么惩罚，我记下了。你被释放，什么情况？还有，这是双人族送你的一箱藿香味小雪糕，用来感谢你的。双人族那边因为洪水退去，万物复苏，都利用自身双族人的冷冻特性，族中两大部落太极和郭明联手制作出了藿香味小雪糕，所以我变成功臣了。是啊，雷公为了报答你的雪糕之情，特意特殊照顾了诸葛亮一波，让历史回到正轨。黑呀、啊，黑来，啊，风来。我变成魔法师了，我要用魔法打败你们超军。那宙斯的儿子呢？宙斯的儿子好像是觉醒了什么奇怪的癖好，现在天天黏着他爸找雷劈，父子关系好了不少，过两天还想来谢谢你。过来笑得好，运气都不会太差。你不投他不投，十三何时能出头？你不赞他不赞，十三哪里有灵感？本期视频也是干到爆炸的一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真心求一个一键三连，硬币越多更新越快哦。